我现在看起来还 OK 吧？OK 吗 ？OK。那我们来听一首歌吧。这给你过了吗？刚刚彩排太多。高雄。
Thank you.
大家好，我们是我们是今天很开心来到 GQ。 哎，老师你听起来很喘。老师，我不是听起来，我真的很喘。先让我漂亮的喝一口水可以吗？你们也可以漂亮的喝一口水。真的很开心可以再次来到高雄，再次来到魏武营，谢谢你们。让我们一起打招呼好不好？左边树下的朋友们，你们这边应该叫树 A 区，然后呢那边是树 B 区。树 B 区的朋友们你们好。那个露营区的朋友们你们好。控台区的朋友们你们好。大海汪洋区的你们好。哇哦，你们今天这样会让我们觉得我们好像在开演唱会，高什么巨什么蛋的。你不要乱许愿呢，不要在魏武营讲别人名字，大家要有礼貌知道吗？要有礼貌。然后谦哥，嘿嘿，哦，对，嘿嘿，我们还是要照流程走。告五人是三个人，让我们先欢迎告五人团长谦哥。我是谦哥，谢谢。今天看到好多人哦，然后还有旁边，哇，这边大家午安午安午安。那边是树 A 区，树 A 区。哦，你刚刚哦讲很多。好，很开心今天可以来这边跟大家见面。然后刚刚我已经把我所有的力气都丢出来。谢谢你们今天在，然后好好享受我们。我们还有两首歌，送给你们这首歌《爱在夏天》。盛开的树叶，只是那一切。
只留给我想象。三个人，但站在我们旁边两侧的是我们乐手老师，也是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。吉他手道江，贝斯展哥。然后呢，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来到魏武营，也可以来到 GQ 城市夜影嘉年华。我猜今天高雄应该有10万人左右啊，是吗？陈静老师，你觉得呢？你真的很敢喊这个数字。大家好，我是告五人主唱兼吉他手云安，你们好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全清，你们好吗？有的时候真的很不舍不得离开这里，是因为很开心。不行，后面还要演出着。对。然后呢？这首歌呢，承载着告五人很多很多的意志，还有你跟我们的回忆，送给你们今天最后一首歌。披星戴月的兄弟，明亮的烟，漆黑的雨中，痛
腾来自夜空，我会披星戴月的想你，我会奋不顾身的前进，远方烟火越来越唏嘘，你是前方生活的距离，我会的距离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是。